因为今天下午开始讲经，所以晚上没有诵经，我们就直接开始上课。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请开经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诸位法师，诸位朋友，大家晚安。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第二天，明天就圆满，我就可以暂时解脱了。然后明天因为大会的同意，所以明天最后一支香会点灯，所以明天再跟各位介绍。好，现在请翻开讲义第39页。下午演讲的时候，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一两位佛友问我，可能师父没有讲得很清楚啊，我再补充一下。请看第39页第18行，四一名由照全实理故，这个即是说事之本。Indicating the reason for the showing the ultimate truth and the conventional truth. 全场的方便的全，这也是指 conventional truth, truth,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世俗谛。实呢是指真实的，金刚经讲实相，也就是 the ultimate truth,就是圣意义，这两个是配合的，其他翻灯片是配合中观学派的。所以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ultimate truth, we talk about Dharmakaya, 从圣意义的角度我们讲这是法身。所以它是一个思考的两个角度，然后世俗义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conventional truth, 我们讲是色身。举一个例子，讲这个有什么重要呢？这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在座所有的人，好，师父是出家众，你是在家众，在座有男众跟女众，这些都是呢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conventional truth, 从世俗义的角度里讲，我们有男众跟女众。可是很有趣的是，虽然你跟我都是人，可是我们又会区分为男众跟女众。就算你们都是在家居士，在家居士有分长头发的，有短头发的，有戴眼镜的，没有戴眼镜的。所以所谓的 conventional truth 就是世俗谛的话，都会有相对的概念，有 subject 跟 object。所以下面跟你讲。讲三界六道轮回就是属于 conventional truth, 可是佛陀是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外，所以他不住在三界，也不执着三界，他就像千江流水、千江月一样，可以随众生的心而去显现。所以下一段呢，说明佛陀本身呢是超越世俗谛，而得到圣意谛里面的不执着三界。这是下面一段要讲的。好，再翻过来第40页，第40页第四，这是另外一个概念。你不要认为所谓的世俗谛、圣意谛是不是配着 gradual enlightenment and suddenly enlightenment,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好，下午的确是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那个段落，我还没有讲完。好，Gradual enlightenment 跟 suddenly enlightenment 请做个记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叫做见顿呢就是 suddenly enlightenment, 见 step by step, 这叫做 gradual enlightenment。 在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最有名的是谁呢？
六祖慧能大师跟神秀大师，大家都最喜欢《金刚经》，中国人的确很喜欢《金刚经》，也跟六祖坛经很有缘。六祖坛经算是中国式的佛经，当然它讲的都是佛法。中国尤其很多禅宗的道场都喜欢讲六祖坛经，比方说你们会讲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个讲什么呢？讲 Great Enlightenment。 事实上修行是要讲它的过程。其实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讲大话，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打你一巴掌看你能否，你不会痛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顶礼，代表你呢证悟了空气，你会痛就代表你还有我执跟我念。所以六祖的确他是开悟的人，他讲是 final result。 可是神秀大师他讲的是我们讲的 the process of the practice， 一个是讲 result， 一个是讲 practice、process。 process 是什么呢？是讲你的过程。其实我们应该学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我们的心想明镜台，可是我们无量劫轮回里面我们有太多贪嗔痴的烦恼习气，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透过发愿、拜佛、诵经、礼忏、禅修六度波罗蜜，才能够净化你无量的罪业，你才能够显现佛法身的功德。否则你现在不是佛，我们也没有报身的功德，我们看不到净土，我们只有什么化身。各位因为过去业与烦恼而视现为新加坡人，来生你是什么人呢？你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比方说最近业与烦恼的显现，哎，我就感冒了。为什么？因为和尚剃光头的时候是很容易吹冷气感冒的。那也不是我的业障，是天气因缘变化的呀。的确我喉咙没什么声音，可是我的心很清楚，我的脑筋很清楚，我心中也很法喜，对不对？我下午说笑话，我吃补中医鸡汤补肚子，还有呢补喉咙，对不对？的确我身坐在这里说法，这是化身。那当我结束完了以后，我出境的时候，我的身体就离开了新加坡，回到中国大陆，然后呢再回来就回台湾了。所以我们的化身为什么有化身呢？是过去业与烦恼。所以我们修行的过程 The process of the practice 应该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其实神秀大师说的没错，是讲修行的过程。那为什么五祖会把衣钵传给六祖呢？是因为六祖看到最后开悟的境界，对不对？神秀大师讲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你身是一个菩提树，你还有个树的概念；心如明镜台，明镜你还有个镜子的概念。可是真正开悟呢，是连镜子的概念跟树的概念都没有。所以他说，菩提本无树啊，本来就没有树的概念。明镜亦非台。我们讲心如镜子，这是什么？一个 example。可是真正的心呢，是连呢镜子的概念都没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它是讲我们最后开悟的境界。就像镜子照三千大劫的时间啊，请工作人员准备，明天也是一个镜子，大一点很好啊。我会用镜子做比喻。所以这里讲什么叫 suddenly enlightenment 呢？就是你直接看到了你的心性而开悟了，这叫 suddenly enlightenment。但是 suddenly enlightenment 呢，它要有很多福的因缘。举个例子，《法华经》里面，龙女转身成佛就是 suddenly enlightenment。一般人我们认为，从南传跟北传的角度，认为女生永远少修五百世，对不对？女生听到了不要不高兴，因为我们在轮回里面都当过男生跟女生。可是从业的烦恼跟业的显现来讲，对不起，虽然女众呢是比较慈悲，但女性呢，女生啊，这个嫉妒心、情执、占有欲都很强啊。为什么？因为我有妈妈，我有妹妹啊，对不对？讲个笑话给各位听。
我去请尼泊尔，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妈妈，对不对？然后买三个袋子进来，还有个阿姨，有两位这样子。然后我给他们一个一个袋子，就进去了，要讨论很久，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我说你等这么久了，对不对？我说你们在叽里呱啦，叽里呱啦，我就全部包包我就收回来。我妈妈就跟我讲，不用了，我们五分钟就搞定了。可见女众，你生来你的优点是你很细心、很慈悲心，但女众呢，有意无意啊，都升起情执心比较重，占有欲很强，控制欲很强，所以说女众其实很苦。那女众更不念观世音菩萨，你就更苦。男众呢，虽然比较自在，但是男众脾气都不太好，都很固执。为什么？因为你业的显现，显现的硬化身很苦。所以在轮回里面讲，男众跟女众其实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在轮回里面都当过男众跟女众。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对不对？舍利弗、阿难尊者都认为女生是不可能成佛的。好，有一天，文殊舍利菩萨从大海的龙宫渡了这个龙女，龙女呢到灵鹫山上见释迦牟尼佛，供养了三千大千世界最漂亮的宝珠，就供养佛陀，对不对？佛陀欢喜接受。然后呢，龙女就看着阿难尊者跟迦摄尊者这些最不喜欢女生的，说：“怎么样？你看我这样快吗？”他说：“非常的快。”我注意看哦，我转身成佛就给你看。一刹那之间，大地六变震动，女生可以转身为成佛。所以《法华经》事实上是属于seven environment。你有男众跟女众的分别，可是，在大乘佛法里面，男众跟女众是空性的。但是讲空性的，并不代表呆呆的。待会休息的时候，男生厕所跟女生厕所不要走错路啊！你要走错的话，那可能呢脑筋是有问题的。他的意思是要破除你心中的执着，所以 suddenly enlightenment 跟 great enlightenment 是讲修行的过程。这个顿跟渐在《法华经》这两个法门都有。这是我要补充的。好，谢谢这位几位莲友而说的。好，现在接下来请看下面的经文，待会我会讲智者大师的故事。请看讲义第四十页，丑三明未来义务分二，就是说明《法华经》对未来记，所谓未来就是当佛说完这部《妙法华严华经》以后，尽未来记的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分二，明一证明非灭，唱灭以益未来。请看一文。Formerly indicated the fact of the being non-death by saying the death as for benefiting the future beings. 佛事实上它是没有入灭的。举一个例子，中国所谓的六祖慧能大师就成为肉身，那请问释迦牟尼佛也可以成为肉身吗？释迦牟尼佛的的确确可以到现在都住在这里，而且活到这里，而且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力也可以成为肉身。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佛为什么没有成就肉身呢？后面他会解释理由。第一个，佛若是啊成就肉身到现在的话，那八个国王一定打仗的，对不对？请问要放在哪个国家，众生就会争跟斗。所以佛陀他没有选择成就肉身。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六祖慧能大师、憨山大师、无暇和尚，若你到广东南华寺，大殿就有三尊肉身菩萨，对不对？我们台湾呢有五尊肉身菩萨，希望新加坡将来出一尊肉身菩萨吧，你会震动全世界的。所以大乘佛法是非常殊胜的。当然以前广清老和尚事实上也可以成为肉身菩萨，但是他因为有三个道场，在临终之前呢，他一个礼拜改了遗嘱火化。为什么呢？因为肉身放哪里呢？三个寺庙一定会抢啊，一定会斗，所以众生是很执着的。所以五祖才会对六祖说，世人永远不会知道衣钵的真实意，只会为了衣跟钵明争暗斗，争名夺利。所以衣钵传到你这里以后就不要再传，
中国不是没有传承，中国禅宗各个祖师呢都有传承。下一代呢，你们要传一波，传心法。心法是什么？般若波罗蜜。所以中国不是没有传承，而是五祖已经告诉六祖说，中国的人民族性为了一波是明争暗斗，争名夺利的，所以以后不要再传一波。以前古代的祖师都是有神通的，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那反过来说，释迦牟尼佛也可以成为肉身菩萨。那请问呢，释迦牟尼佛的肉身现在放哪里呢？啊，一定在放到印度的话，那全世界一定打仗的，全世界的佛教徒一定争的，对不对？所以佛陀就选择为火化为舍利子，因为舍利子可以留护十方无量的佛国土，然后呢可以利益很多众生。所以事实上佛并没有灭度。那他讲灭度的目的呢，是因为让我们后来的众生呢升起恭敬心。请看经文，人一，看梦一，请看，请看第四十页第十八行。如是，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寿命是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把常住不灭画起来。佛陀事实上他也住在这里，但是你要有因缘，用功修持，你才会见得到佛陀。诸善男子，我本行菩萨道时所成就的寿命呢，是永远用不完，由今未尽，何况超越无上的百倍呢？前面的父辈上述。好，那你就会说，师父你说得很好，那到底有没有见过释迦牟尼佛？有，我现在就举一个新加坡的一个例子，就在宽济念佛堂一个居士的先生，他就见过释迦牟尼佛。有一天我去他家，我讲故事就好，不要讲人，免得你们全部跑到家去敲门，对不对？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其实过去就是修行人。他虽然这辈子呢还是当老师，你退休了，教武汉文的华语的。可是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他见过释迦牟尼佛。前几年啊，他身体不太好，然后退休了。实际上他是两三年才学佛法。当时呢，他太太是佛教徒，是宽济念佛堂的一个信徒。他先生呢，我到他家去呢，是刚好为了感谢宽济念佛堂的干部，所以我就去为他家设计佛堂。那天我去见他，那一进去的时候，师父觉得他这个人很特别。为什么？头发掉光了，前辈子就是和尚，不是说秃头的就是和尚，没这个意思。但是看他的相貌，师父我就知道他过去是修行人。但是我没有说，他请教我很多佛法的问题。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师父，我见过佛陀。”我说：“你可不可以说给我听？”他说：“我在前两三年的时候，生意呢很不好，那时候又退休，人生啊，生命走到了谷底。那当然，他太太本身家里就供佛像，供释迦牟尼佛跟观世音菩萨。那他喜欢读书，然后呢，就读一些佛教的书啊，读一读。有一天，他就做梦梦到释迦牟尼佛亲自来梦中见他。他说：‘你呀，读一读《金刚经》吧，《金刚经》会帮助你解脱生命的困苦的。’然后他就醒了，他就讲奇怪，我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见到佛陀呢？”我先讲他的故事，再说师父的解释。答案是呢，然后呢，他就开始上网找什么是《金刚经》呢？哇，很多的书，现在网络有《金刚经》讲记，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的书，有英顺法师的书。然后他也问我《金刚经》，然后就解释给他听。然后最后他问我：“师父，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说：“有啊，你过去是和尚啊，很多事，可是你忘记了，你为什么在没有拜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突然就会出现呢，是因为你过去是本身是修行人。就像我昨天讲传智法师比丘尼，对不对？他从小就拜观世音菩萨，当他碰到自己生病的忧郁症啊，得了这个病痛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亲自现身，教他念妙法莲华经。所以可见呢，佛开无量的法，现在一个重点提写下来，你怎么样积蓄你前一世的修行，你这样比较容易有结果。所以像这个例子，他就是过去是专门修金刚经的，结果他一读金刚经，他真的很欢喜。甚至我现在也可以公开跟你说，师父过去是很多事也是法师，我第一次读大光广佛华严经的时候，我就很欢喜，我过去是读过。就像过去式的记忆你记得吗？这没有什么
and special 的，对不对？所以事实上，我们过去式里面呢，都学过很多很多的法门。答案是什么？为什么你现在还在这里轮回啊？因为呢 ，Dharma shopping in the shopping mall。这是我告诉新加坡灵儿的真话。你就是到处跑。师父不是说你不可以参加道场的法会，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你真正修行的法门要专精，知道吗？你要修法华经，你就好好修法华经。我昨天在准备讲义的时候，吉藏大师啊，很了不起，写三论中，他一生讲过300遍的妙法莲华经啊，对不对？你要专精啊，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让你开悟，问题是你对任何的法门都没有信任心，对不对？你要读普贤行愿品，你就好好认真读；你要读药师经，就发愿呢念10000遍药师经嘛。问题呢，你们都是呢，这边念3遍，那边念3遍，最后再3遍一下一下，对不对？这样子你不能开悟的。所以佛陀他积无量劫的功德，他也知道你过去、现在、未来修什么法门。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个理由，释迦牟尼佛亲自来跟他讲，你念金刚经吧，因为他过去是修金刚经的，那继续你这辈子再继续修，对不对？你读大智度论，读6万种大般若经，你就会开悟的。待会我讲智者大师开悟的故事给你听。对，智者大师一生就是读妙法莲华经，他呢，我特别查过他的传记，他度过10000位出家众啊，现在不光是安，全世界也都是1000000位的出家众啊。智者大师国号为国师，他度10000位出家众，他度的在家的居士呢，文武百官有好几百万跟好几千万，他所有的人都叫他念妙法莲华经啊。智者大师座下开悟的人很多。好，我今天晚上精神很好，多说一些故事。对。所以举个例子，6祖培的大师遇到法达法师，在《六祖坛经》里面有讲，法达法师他去见6祖培的大师的拜佛，头不着地的，应该说叫五体投地。六祖说：“你这个人非常的傲慢，你拜佛拜跟我顶礼的时候头都不碰地的。”他说：“你心中太傲慢了。”他说：“没错，弟子念了3000部妙法莲华经。”一天念一遍，1年360遍，3000部起码要10年哦。念妙法莲华经我念过，一天要念7个小时到8个小时，念10年呢，他就做一桩事。你看为什么中国古来高僧开悟的很多？因为他们专精。然后呢，但是他跟6祖培的大师说，很惭愧，弟子虽然念了10年，可是妙法莲华经博大精深啊，他在讲什么我不太清楚。六祖啊，你是开悟的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人，你可以为我说法华经吗？六祖说好，可是我没有读过法华经，你背给我听。他就坐在那边开始合掌，大乘妙法莲华经开始从1品到2品，一直念一直念，他会背啊。念完以后念到2品一半的时候，六祖说好了，你不用念了，我知道法华经在讲什么。六祖呢就亲自讲了法华经给他，一讲完他就开悟了。所以我的师父以前常常举这个例子给我们听，对不对？问题是我们现在拿这个木头打死你也不会开悟，因为你连3000步的基础都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定基呀。中国戒定慧，它跟你读书不一样，读书是懂了很多，可是呢，开悟呢是要为学日增，为道日损。你心越专心一个法门，你越容易开悟。假如你要说大悲神咒也可以，念10万遍大悲神咒，你求观世音菩萨亲自放光为你说佛法，那你就不用来跟我讲经了，是真的。问题是你不肯发愿，问题是呢，哎呀师父我做工很辛苦啊，念3遍可不可以？还跟我讨价还价，我说7遍他说5遍，那我说最后6遍可以吧，对不对？你起码一天念21遍、49遍，一辈子呢修10万遍大悲神咒。在座的莲友里面，也有几位来见过我，亲自见过观世音菩萨。
所以佛法它有它伟大的地方，是要你透过实修而可以证悟的。证悟以后，你就会没有时空的障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了解吗？所以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他没有读过《法华经》，可他听人家讲，他是个开悟的人，他就可以为他法达禅师啊讲《法华经》的大义。讲完以后，法达法师立刻就开悟了。所以各位要好好想一想，问题是你没有基础。好，再看下面，请看卯二，明方便唱灭燃经，请看第四十页第二十三行，燃经是非时灭度而变唱灭。上面说过，释迦牟尼佛在库须那伽玛在双林树下我正式入灭了。如来已是方便，为什么呢？因为要教化众生，教是教导，化是感化的意思。再看四十一页，零二虚是虚唱灭义分二，卯一不灭有损，请看经文。所以整个若佛久住于世间，假如释迦牟尼佛从2500年以前一直住到现在，那答案有几个想法？哎呀，佛陀不是人，是妖怪啊，太长寿了，2500年，这个世界的妖精啊，哎，人很多呢，人就会这样想，那他就不会想学佛。他说我不可能的，你看佛活这么长，佛住到现在啊，我不可能学佛的，那我不要修了。第二个就是佛若住到现在的话，大家不会感恩，反正佛在嘛，修不修无所谓啊，对不对？有问题再去问佛陀就对了吗？所以人呢就会懈怠。所以请看经文第四十一页第十行，所以者何？若佛久住于世间，博德之人，就是品德或福德因缘比较薄的人呢，他就不想种善根，甚至呢认为自己很贫穷下贱，贪着着财色名食睡的无欲，而且会进入呢幻想跟妄想的错误之见网中。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认为我见到如来常在不灭，因此就会很骄傲而怀懈道想，他就不会很感恩，说难遭遇之想，对佛陀也不会生恭敬之心。既然不会生难遭遇之想，也不会恭敬之心，所以佛讲的话你就不会放在心里。这是佛为什么要入灭。我刚才说过，佛陀他的功德事实上是可以成就肉身的，佛陀也可以住在现在这个时间，可是呢在《大智度论》里面写，佛陀出世的时候，全古印度的人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有释迦牟尼佛，他们这辈子也不知道说有佛陀，有三分之一的人呢听到有释迦牟尼佛，哦，有佛陀出世，可是我现在很忙，我先去忙别的。他听到佛的名号，但是没有去想见他。有三分之一善根成熟的人呢，听到了佛出世了，百千万劫我要去见佛，我有问题想请教佛陀，甚至有些人听到佛陀的名号释迦如来，就想我想跟佛出家。由此可知，你看佛陀已经这么尊贵了，在古印度2500年前，对不对？印度的人口这么多，有三分之一的也没有见到佛陀，所以可见见佛并不容易。以此类推，同样的，我现在讲经，对，新加坡有这么大，也不见得全部人都会来，所以还是讲缘分，缘有深浅。好，接下来再看下面，卯二，唱灭有意，说这个 seeing the advantage of being in death。说佛陀入灭有好处，有什么呢？请看经文，是故如来以方便说，比丘当知，诸佛出世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就像优波罗花。所以者何呢？因为博德之人啊，过无量劫百千万劫啊，有些人会见佛，有人是见不到佛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只能见到佛的佛像和画像，可是你要真正见到佛就很难。举个例子，在我们台湾啊，
以前的总统有一位叫蒋中正，知道吗？蒋经国先生的前面，他的父亲蒋中正。蒋中正先生他的妈妈是虔诚佛教徒，从小教总统呢念《金刚经》，还有讲佛经。当然，蒋中正的夫人蒋宋美龄100多岁过世了，还在美国。他本身是基督教天主教的人，对我们国家呢也是很大的贡献。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在蒋中正先生的家谱里面，他们在是浙江省奉化县布袋和尚，曾经化身变成布袋和尚，弥勒菩萨化身为布袋和尚。那蒋中正的先生的家谱以前是政治关系不可以公开，现在已经公开。他们曾经供养过布袋和尚，在家里供养过2个月，所以他们家出2位总统。所以你能够遇到佛菩萨千法一化身，真正能够供养他，是要很大的福报。可是我们一般人是见不到真正的佛跟菩萨，对不对？我们只能见到画像。所以下面请看经文：以此事故，我释迦牟尼佛作誓言，诸比丘，如来难可得见。所有的众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些人会放声大哭的难过，必当于生于难招之想，心里想，哎呀，我罪业很深重啊，我要忏悔业障啊。所以呢，你就会对常常想念佛陀，常常心怀恋慕，可养于佛。因此你心中因为想佛，因此你就生了善根了。是故如来他虽然没有实在的面度，而他讲方便面度，这是很重要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遇到了爸爸妈妈对我们很好，可是我们常常不一定会感恩。当有一天爸爸妈妈不在了，离开人间的时候，你才想，哎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你想要供养爸爸妈妈，可是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那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怀念跟感恩。其实爸爸妈妈养你很苦，对不对？同样的，以此类推，有时候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呢其实也都听过佛说法。在座各位，佛在世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佛的弟子。但是有些人可能是天上的天人，有些人可能是森林中呢飞来飞去的蝴蝶，有些可能是动物里森林里面跑。当佛放妙法莲华经放光的时候，我们都被佛恰恰照顾一下，照完了以后就继续轮回了。有些人呢，我们可能在佛在世的时候也听过佛讲佛讲过法华经，所以你会欢喜修法华经。所以事实上，佛出世的时候放光遍照3000大千世界跟无量无边的世界，我们都见过佛陀。不管你是用什么身份，可能是天人，可能是人间的众生，也可能是六道轮回的动物的身份，其实你见过佛陀，只是你忘记了。然后在无有终定的轮回里面呢，哎，你又继续做三宝弟子。所以答案是我们应该好好精进。接下来看41页卯2，接下来此二总结不虚。又善男子，诸佛如来法皆如是，为度众生皆实不虚。请把这两句话放下来。佛为了度众生，他是真正的永远呢不会欺骗众生的，因为佛是无我，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一切的众生，而能够快速的就近成佛。好，长梵文法说到这一个段落，在42页里面16行譬喻譬说，就是下面举例子，是指佛是无上大医王。好，我先讲到42页到一个段落，接下来我要讲佛塔，因为明天法会就结束，我有很多重点要讲，请各位翻开77页。明天我会回来讲这个42页的第16行譬喻。好，现在请翻开77页。好，在没有讲佛塔之前，我先讲中国伟大智者大师的故事啊，请专心听。请看幻灯片，智者大师
传说是药王菩萨和药上菩萨发地动地的菩萨许愿再来的。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这个时段呢，是中国天坛宗的创始者，最有名的呢，他叫教官双美。教就是经论，以《法华经》《般若经》和《维摩诘经》啊很多经论为依据。观呢，它有小指观、是檀波罗蜜到摩诃指观，所以你看看它的相貌啊。师父很高兴找到这个古代的木刻版的一片。你看古人的相貌都是圣人的智慧的眼睛，对不对？耳朵也是很圆满，头额呢都是非常的饱满。相虽然是虚妄，但是不要忘了，释迦牟尼佛刚出生的时候，净饭王也是请阿斯陀仙人为他看相，可见相也不心生。啊，接下来你看，这是后来人的话。智者大师呢，他穿的是中国的袈裟，啊，他诵《法华经》非常的精进，昼夜精进，念到了药王菩萨本师父是真精进，是名法供养如来，他就入定了。他人在中国，可是他却回到东印度 Eastern India 灵鹫山，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有无量无边的人呢都在听佛法。他呢坐在他的师父旁边，他的师父叫慧思大师。他听着听释迦牟尼佛讲《妙法莲华经》，他说灵山一会啊，俨然未散。他说佛陀讲《法华经》啊，其实都还没有停止，现在还在讲。后来他就得了初旋陀罗尼，过去、现在、未来，他就通达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日本人也很尊崇智者大师，因为中国的大乘佛法传到日本跟韩国，所以日本文化这个唐朝的智者大师，乃至于现代的人的雕塑，有点像空海大师的造型，是用泥塑雕塑的，这是智者大师。好，我现在讲他。智者大师在中国三次曾经降魔。好，我知道有些人要抄，我先打开来。在中国，如果各位有机会去中国天台山国清寺，你应该去拜智者大师的肉身塔。智者大师有一天他自己打坐，他诵完《法华经》就静坐。这时候天上的魔王看到智者大师很了不起啊，这个人呢、啊？是大菩萨，我来考验他一下。他就呢，魔王就回到他面前说啊，儿子啊，你还记得我吗？你出家好久了，妈妈很想念你呀。这时智者大师听到了声音，他就奇怪，我的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已经不在人间了，怎么会有声音呢喊我儿子啊？这时候他就知道是假的。这时候智者大师呢就念佛跟念咒，一刹那之间我那魔王讲，这个人修行实在太厉害了，我再用神通看一看他心中有什么最放不下。哎呀，他很想念他的师父，师父是慧思大师。实际上慧思大师已经证悟，已经离开了人间。他就飞了，就跟他讲，徒弟啊，你非常的精进啊，你在我所有徒弟里面你是最精进的，对不对？不要那么辛苦啊，轮回可以休息一下 ，relax。对哦，魔王不讲英文，魔王是讲这个放松一下的。轮回其实很美的嘛，对不对？修行不用那么辛苦啊，徒儿啊，你昼夜精进很好，但修行呢要走中道啊，不要太用功，也不要放逸，你太用功了，休息一下。可是这时候智者大师想，对啊，我的师父已经到净佛国土去了。对不对？我的师父早就离开人间了，所以这个人也是幻境，所以他又继续念佛念咒。那一刹那，魔王不见了。最后魔王想，这家伙，对不对？现他的爸爸妈妈呢，他也不动心；现呢他的师父呢，他也不执着。他到底他怕什么呢？结果他就用神通看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很了不起啊，生生世世界定慧都清净了，心中呢存着般若波罗蜜空性的教法，对任何的东西都不执着，也不留恋。最后呢，我就非常的生气，就变成排山倒海的这个恐怖的万象，狂风暴雨啊，打雷啊，龙卷风啊，就要震动啊这个智者山的这个天台山他打坐的地方，
这时候呢，智者大师啊就念《般若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心中就思维般若蜜的这个经文，这时候一刹那之间魔啪一声又走了。为什么？他降魔了。所以在智者大师有三次降魔，请看幻灯片。请问，假如魔到你前面，你最怕什么？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执着跟留恋。第一个我们最难断的是什么？亲人的留恋。好，一样，因为我第一次到美塔来讲经，我看到很多老法师，我很希望这辈子帮你去净土，所以请所有的莲友写下来，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在客厅或是在房间静坐5分钟，想一想，假如我现在断气，我第一个最放不下什么，请写下来。真的要问自己，我知道在座有些莲友，我也问过你，你没有想，假如你现在坐着，你最容易放不下什么？一般人都是放不下自己的亲人，老公、老婆、老伴侣，对不对？第二个，假如你的老公、老伴已经不在人间了，你放不下什么？你的儿子、女儿，还有孙子，还有曾孙呐。其实我们最放不下就是亲人的留恋。的确，我曾经问我过一个师范我的同学，我说若台湾再一次大地震的时候，你在地震的时候你第一个想什么？他说他想到他孩子跟他家人。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怖不安的时候最容易想到看到自己的念头，所以你得学着放下。然后呢，第二个你可能放不下什么？新加坡是 P.O. Box 的 P.O.S.B. 的 Saving Account 的，赶快拿一张纸啊，写下你的 Passport Number 吧。你最放不下的。第三个可能呢，调查的市场调查的排行榜，可能放不下什么呢？你的政府主屋，或是呢你以前留恋的事情。第四个你会放不下是有些你愿望还没有圆满，请写下来。可能呢，举个例子。台湾，我最近遇到了一位我的多年好朋友李秋妮同学，她很不幸得了癌症。我在电话里关心她，我就反问她一句话：“你出家跟我一样这么多年，20多年，假如你现在断气的话，你最放不下什么？”她说：“我有一个放不下，因为我还没有去过 Bodh Gaya。”那我说：“你就赶快去啊！”所以她今年12月就去了。第四个，也就是你生命没有圆满的愿望，要赶快去圆满。当然，这个愿望不要去伤害众生，也不要造恶业。否则，你断气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哎，阎罗王，等一下啊，下个月呢，15的时候你再来接我。”没办法的。说要走的时候，你得要走，你的业也会尽的。所以，对亲人是留恋，这是自然的。所以，出家修圣呢，就是远离你的亲人。常修清净放灯，所以在家居士虽然你修持也很好，你也可以做了很多功德，但是遇到三宝，你应该要有礼敬的心。第二个，你最放不下的师徒之间的执着，这个也要放下。从你看，智者大师虽然感恩他的师父慧思大师，可是真正降魔的时候，是要斩断你对师父的留恋与执着。所以师父有缘，你要珍惜。啊，我今天下午讲，谭七伟，老公跟老婆不要黏太紧，并不是师父说你不要去照顾你的先生跟太太，我没有这么说哦，我是说你要关心他，但你不要执着他。很多佛友呢，常常听师父讲空性的教法，一切都不是真的，就回去呢就跟他说：“老公，我师父说的，你不是真的。”他气死了。我就是你老公啊，还戴戒指，你怎么会说我不是真的？我没有说你老公不是真的，我说你的老公是心是会变的，你的心也是会变的。可是你既然是他的太太，你就应该做你该尽的责任，照顾家，照顾先生。可是当戏结束的时候，黄泉路上无老少，个人走个人的路的。同样的，师徒之间也不可以执着。所以讲酷一点，我曾经要出国的时候，我的学生问我说：“师父，你会不会想我？”我说：“我不会想你，回向的时候会想到你吧。”我在国外也很忙的，对不对？所以我来了新加坡，
很真实说我七次，你看我讲经只有一个人啊，对不对？是不是？当然有些法师会带证书，可是出家就是要自在一点嘛，对不对？你出了家还要找一群人来撵你自己，你干嘛找这么多冤亲债主呢？是不是？所以我是你的法师，但是呢我不是你的家人。我们会聚在这里是吗？以法 Dharma connection， 法才是最尊贵的。你能够亲近各种南传北传的善知识，那你就要珍惜，对不对？你要感恩老师教你。但师徒呢，个人还是个人，靠自己的业因缘是不一样的，所以师徒之间也不要去执着，甚至你要以亲近心亲近善知识。你不要把师父呢当你的老公或当男朋友，这不可以。那假如你是这样打妄想的话，那你就去拜观世音菩萨吧。你要忏悔。假如你对一个师父会产生不亲近的念头，那你就不要跟这位师父学，表示你不会在他座下开悟的。你到其他的法师地方去学吧。所以师父之间可以关心，作为师父要照顾弟子或学生的法身慧命。作为弟子要感恩法师的法乳之恩，但是不要像世俗人。我还碰过呢，有老菩萨非常喜欢我，说师父我收你做干儿子可以吗？我说你搞什么鬼啊，红包包大一点吧。对不起，红包包大一点是开玩笑，对不对？我都离开了我的母亲，离开了我的家人，所以法师是属于一切众生的，他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这样子你的心才不会执着。第三个就是对于一切万法，不管好跟坏，高兴不高兴，学习般若波罗蜜。你看智者大师用什么降魔？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所以六度波罗蜜里面前五度外道也有，像印度教，听说下个礼拜礼拜三 Happy 啊什么地卡巴里，对不对？印度教，印度教里面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印度教里面要修瑜伽的人也很多，可是印度教里面没有第六度摩诃般若波罗蜜啊，这才是佛法跟外道不同的地方。所以智者大师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是一生受妙法莲华经，最后他证法华三昧而究竟成佛。好，请各位看这个77页。好，佛灭度以后而成为舍利烧舍利子舍利塔。好，本来呢这个偈颂呢是应该是在后面才讲的，好，没关系，我想我选今天说不好意思，请各位跳到48页第14行第五首偈颂，48页第14行第五首偈颂，就常常文讲完以后讲偈颂，众见我灭度，广供养舍利，把广供养舍利放起来。佛灭度以后呢，为了让众生众福田，释迦如来的大悲愿心就开始成立舍利子，而且所有的众生呢，就为了建佛塔跟舍利塔，衔接怀念木而生可养心。有看到这首偈颂吗？啊，我本来应该在这个地方讲的，但是没关系，现在再跳回来看77页。好，先看从小乘的无相演变到大乘的照相。好，专心听，看看到这些人。传统上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南传佛教出家人是不可以拿刀子的，也不可以雕佛像，因为佛陀怕你执着。所以在传统上呢，第一个用佛的脚印 Buddha footprint 象征佛陀。这是台湾的大理石雕的脚印，佛有千佛轮下，所以佛成佛的时候脚掌有法轮。今天晚上看看你脚里面有没有轮，有就快要成佛了。然后呢，你看他们有八吉祥的纸片，佛呢成佛的时候，他有自然的无量劫的功德的瑞相，
所以佛的讲义接下来用法轮代表法轮常转，接下来佛的金刚宝座，这是南传佛教用真正的水晶而供的菩提伽耶的这个金刚宝座，还有用菩提树来象征佛陀。所以南传佛教里面，我重复一下，用菩提树、法轮、舍利塔、佛的讲义，叫 symbolism of Theravada Buddhism， 南传佛教的象征主义。后来当佛灭度以后，大乘佛像开始兴起，大乘里面会讲造佛像有功德，造寺庙有很多功德，所以大家就开始大量的用木雕，用最好的檀香木，用金银铜铁开始造佛像，因此大乘就升起了造佛像的功德。请看泰国，如果有机会去曼谷，有卧佛寺，你就可以看到有三间这么长的铜鎏金的释迦牟尼佛。从新加坡飞往泰国曼谷是很近的啊，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佛万德庄严，佛呢这个躺在那边吉祥卧涅槃的形象。同样的呢，你看佛的脚底就有千佛纹像，这是用铜鎏金做的，所以大概有三间这么长，去过。所以你可以看到佛的下面呢，脚掌里面有千佛纹像，当然有泰国的文化，有所有的伞盖、八吉祥各种呢都雕在佛的脚底，代表佛一切福德智慧圆满。再看，这是藏传佛教用金粉画的壁画。当释迦牟尼佛在《大涅槃经》开始讲入灭了，佛在灵鹫山讲完以后，讲完了《大般若经》，讲《观无量寿佛经》，讲《妙法莲华经》，我就开始往北边呼须那伽玛，告诉阿难说：“是，我再过了几年，我就要我先答应八年走，一直往返。然后呢，到了居士那罗城的时候，佛就对阿难尊者说：我三个月以后要入灭了，写在《大涅槃经》。那《大涅槃经》里面呢，有南传，有北传。”那在北传里面也有南本跟北本，这时候阿难尊者听到佛陀说要入涅槃的，一般阿难听到他就会跪着求佛陀，可是在大涅槃经里面呢写说，迦摄尊者曾经骂阿难尊者说，佛陀说要入涅槃的，你是佛的侍者，你怎么没有求请佛住世呢？他说我当时心乱如麻，我的心啊像刀子一样割到，而且魔王啊盖住了我的心，所以我没有请佛住世。迦摄尊者呵斥他，他说其实这不是我的错，是魔王干扰我，让我没有跟佛讲话。这时候后来佛就在两棵双明树库须那伽玛，就两棵的这个梭罗树下，然后就叫阿难，我累了，我一身弘法八十年，有些经文说79年没有擦，然后呢我躺下来，我准备要离开了。所以看这个壁画，这时候所有的菩萨都静静的，为什么？因为菩萨知道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世上佛没有入灭。很多大菩萨也听过妙法莲华经、如来说量品，所以菩萨就是静静的，为什么？他知道众生没有福报。可是看下面，阿罗汉就垂心肝，放声大哭，佛陀要入灭了，就像天地之间的这个太阳的月亮一样要消失了。这时候佛呢就问了圣弟子啊，还有没有问题要问我？要问我就赶快问，我要离开人间了。最后呢，他就告诉各位弟子说，生命很短，要精进，不要放逸，要精进修行。明天我会给各位看库须那伽玛的这个短片。最后佛陀自己用三昧真火，佛陀自己会点火，叫三昧真火，就开始火化自己的身体。然后呢，虚空中天上的天人直到佛入灭了，就用玉天曼陀罗花供养佛陀，所以佛陀呢就自己涂皮，涂皮就是火化的意思，然后最后就烧出舍利子，然后成为八个国王一起供养。当时在《大涅槃经》里面讲，佛一入灭以后，八个国王都开始来抢。这时候，迦摄尊者非常的生气，就
拍桌子说，佛陀他在刚断气，你们就开始要打仗了。我说没有，我们只是想来看一看舍利子可不可以分一个到我们的国家。佛陀说，迦摄尊者，对不起，迦摄尊者就说可以。佛陀有说遗嘱，每一个国王你都可以分一分舍利从家到你的寺庙啊国家去供养，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这时候佛牙有四颗，的确第四天跟大梵天王拿着最金贵的所谓的琉璃宝珠来取了一颗佛牙，我有四颗大门牙，一颗在天上就拿到天上去了，另外一颗流传在泰国斯里兰卡，另外一颗就在中国北京佛牙寺，另外一个就不得而知，不得而知就不得而知，哎，师父讲佛法，我知道了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所以另外一颗佛牙呢，这个大门牙四颗嘛，好，一颗在包利天宫，现在在天上，第四天跟大梵天王用最尊贵的水晶跟金银琉璃珠宝供佛牙的舍利，另外一个在泰国斯里兰卡，有泰国的国王去流传到现在在泰国，那是确定。另外一颗在中国北京佛牙舍利啊，我去看过，那是真的。另外一个就不得而知，争议很多。好，当然佛陀还有很多的牙齿，而且佛烧出来的这个舍利呢，有84000壶，84000壶也就是84000桶啊，全部加起来是比佛的这个体重还是多的，因为这是佛的大悲愿力。所以以前没有听经的人说啊，这个烧出来的舍利子是因为豆腐吃太多了才会烧出舍利子，胡说。因为佛陀烧出来的整个体重是比他人的重量还多的，这佛的这个大悲愿力。好，接下来八个国王也有八分舍利，然后九请到八个国家。那当然菩萨阿罗汉有些也会来请佛的舍利，能够请到佛陀的舍利是很有福报的，因为这是 priceless 的 Dharma gift， 无价之宝。后来到了印度12世纪，阿育王本来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后来呢成为佛的转轮圣王，护持佛法以后，他有转轮圣王的福报，就把很多旧的这个寺庙重新的打开，把佛的舍利聚集来，然后他开了一个无遮大会。因为阿育王本身有神通，他是很了不起的转轮圣王，就在佛前发愿做了84000的舍利塔，求佛陀放光，然后光飞到哪里，那个舍利塔就盖在那里，希望佛法普遍弘扬，南瞻部洲。所以中国大陆的阿育王舍利塔就是当时阿育王派鬼神一直飞到中国，然后在那边建的。所以第一次佛三昧真火所烧的这个叫第一次舍利，第二次舍利是不可思议，超越时空的这个约束，也超越过这个科学的检验。传说嘛，传说西方人曾经用佛的舍利拿最大最大的铁锤金刚钻把它敲上去，结果不会破。哎，各位不要这样吃嘛，我只是说明西方人想要知道佛教为什么很重视舍利崇拜，的确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这个第二次它会再生，叫再生舍利。第三次也会一直生一直生，因为这是佛的大悲愿力，所以有些舍利子本身是晶莹剔透像白色的，有些是透明的像水晶的，这个我都见过。好，那在中国大陆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那一颗是真正的佛的舍利。所以接下来好，请看附录第三77页，在八大佛塔里面，请看77页。